人们常说吉人自有天相，有不少人只着眼于天相，渴望一生都能得到上天的照顾，却不曾想过这句话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天相，而在于吉人。唯有让自己成为一个吉人，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一个人有多善良，福报就有多大。古语云，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，心田上播下善良的种子，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。从古至今，与人为善都是一种美德，更是一个人成功必备的修养。一个人只要心存善意，待人善良，那么他的人生必定会处处充满阳光。有一个男孩，小时候过着殷实的生活，然而后来他的父亲破产了，他的家也变得一无所有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跟随着父亲来到异国他乡，外出打工赚钱。正式上班前，他的父亲对他说，一直以来，我们家族的人都遵循着一个祖辈传下来的规矩，那就是每天做一件善事。现在你要开始到外面闯荡了，也要牢记这条祖训，并坚持做到。从此，每天做一件善事，这七个字就深深地刻在男孩的脑海里。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，他都始终认真努力地执行着祖训。每天他把工作完成以后，都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别人。在这几年中，他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愉悦，工作上也因为能力出众而得到公司高层的赏识，被派遣到国外成为总销售经理。再后来，他被提拔成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，事业如火如荼，也得到了许多人的敬佩。这个男孩就是著名的政治家卡洛斯·古铁雷斯。曾经有人问他成功的经验是什么，他真诚地回答道，一个人的成功常常在于他平日生活中做出的小小善事，献出的点点爱心。俗话说，人心念善，即有善报。做人拥有善良，就是人生中最大的筹码。以善为本，真诚做人，上天定不会亏待每一个心存善意的人。你越努力，生活才会给你越多惊喜。生活中总有许多的不如意，面对这些不如意，有的人埋怨不公，有的人努力积极。许多时刻，我们都希望生活能给自己多一点善意，多一份好运，可往往只停留在念想之中，没有任何的行动。有句话说过，任何值得去的地方都没有捷径。生活中的好运和善意亦是如此，所有的好运背后藏着的不过是日积月累的努力。著名相声演员岳云鹏没有成名之前，生活给了他很多的不如意，当服务员被别人冷眼相待，学相声被别人无情打击。尽管生活残酷，岳云鹏依旧没有放弃，没有抱怨，反而把心底里的压力化为动力，更积极努力地面对未来。最终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凭借着独特的表演技巧，岳云鹏的演出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
一时间他的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，电影、综艺源源不断地向他走来。听过一句十分有趣却很在理的话，你若不努力，靠谁都没戏。埋怨并不能让你收获到成功，唯有努力才能让你真正有所成就。当你努力了，你流过的汗水才会成为你的财富。当你努力了，你辛勤的付出才会换取最终的成功。努力是人生的一种积极态度，你越努力，生活才会给你越多善意。你是吉人，自有天相。卡耐基说过这么一句名言，要是一个人能充满信心地朝他理想的方向去做，下定决心过他所想过的生活，他就一定会得到成功。拥有善良就能收获希望，勤奋努力就能创造奇迹。走过半生，就会渐渐发现，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突如其来的成功和好运，你所获得的一切好运其实都是因为自己而来。虽然有句谚语讲过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生命之中或许有许多预想不到的意外，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自己来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在一档节目中，有主持人问过诗人余秀华，你相信命运吗？余秀华回答，我信，但我更信自己。没有谁是能随随便便成功的，没有谁是时常能被上天眷恋的。当你拥有善良，勤劳努力，成为自己的吉人，才能在人生路上与更多的好运相遇。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中，哪吒常说一句话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请相信，你是吉人，自有天相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